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好，听落电网开麦，咁啊，报告就系7月7号星期六12点，我哋喺幸福中心，店东幸福中心王府有个聚会，12点嘅，所有嗰啲时空识班啊。飛達保健班的同學就爭取報名聚會，同埋以前買嗰啲藝術畫嗰啲咯。嗯，係啊，同埋如果有人幫襯過萬福買過嘢嗰啲咧，都可以聚會。有啲朋友中意跟埋你哋出席嘅，又可以叫報名揾阿方太啊，同翻啲組長報名。會介紹下啲人，聽下啲人嗰個練功嘅心得啊。同埋我就開始一啲行門啦，啊！另外聽晚咧有個現場節目噶，喺啊 My Video 嗰度啊，喺啊 My Video 嗰個節目咧就係阿台長請我去講一 part。哦，佢現場直播定係錄影嘅？現場嘅。現場嘅。現場之後佢都有再擺翻出去嘅，神秘之夜嗰節目叫做，8点钟啊！咁咧就會講下古代嘅足遊科嘅醫術。聽好多，我好多講足遊噶啦，但係通常都係話將啲病啊移去啲植物啊啲樹度。移去嗰種唔係移去唔同，移去嗰種係屬於三唔神嘅巫醫嚟嘅。啲人搞錯咗，足遊科嘅醫術咧，主要都係個咒術嚟嘅。聽晚會介紹啊！咁我嘅足遊科醫術嘅起源咧，就係武師成嘅初啊，武師都得嘅咩？斷股嘅初武師得嘅，有本通勝引起嘅。咁我又拿本通勝嘅人，有本通勝啊！聽晚會講，大家會講啊。由本通勝引起之後咧，我就喺研究呢種醫術啦。差唔多喺古代咧，屬於法術嘅一種嚟。啲人唔知啊，當法術。實際到而家我哋喺瑞士嗰啲儀器咧，就真係你唔好唔服人哋嗰啲西方人嗰種科學嘅研究。哦，科學精神嘅問題。即是说你的咒音去干扰了一个物质世界，或者你的音频呢干扰了个空间那个所有的物质放射出来的频道呢有不同的变化的作用了。其实个原理就是这样。它音频都可以改变。即係你，佢干你都你咩音頻，你都有個震源噶嘛。佢改變呢個震源，咁對所有嘅物質咪唔同嘅變化咯。即係你人體咁簡單，你全個世界都係地水火風啫嘛啲元素。咁但你唔同嘅震源有唔同嘅變化，唔同嘅震源又令到個地水火風咧有唔同嘅轉移啊嘛。所以是那個足遊科在我們清代的醫科裡面有個足遊十三科嘛，在個醫術那裡即有13类的病都可以醫到的，但就不是學人說到說萬能的嘛，人就不要搞錯了，因為你很多局限的，等於以前古代學的譬如義和團那些神打，你不可以話冇喎，我哋自己親眼見過、親眼試過噶嘛。試過啲嘛？試過咁，但如果你話你當真係有嘅，佢過咗個臨界點，你咪失效咯。即係好，即係等於你嗰啲避彈衣都有好多級噶嘛。呢一件係擋到咩槍？呢件擋咩槍啊嘛？你當嗰件避彈衣，樣樣槍都擋到嘅，咁你咪大鑊咯。即係個物質世界咧，有個臨界點喺度，有個限制，每樣都有個限制。咁啊，再講下點解有啲人問咧，就話我點會揀呢棋揀得咁，
即係我最近咁精彩嘅咧，揀嗰啲棋盤啊，嗰啲殘局咧，點解揀得咁精彩啊嘛？有人問啊嘛，就係、是、希望嗰啲唔識捉棋嘅人咧，你都應該要聽下睇下。就算你唔識捉棋，你都明白原來人世間所有嘅人同事物咧，都係一隻棋子嚟嘅。咁呢個棋子放喺唔同嘅位置、唔同嘅時間咧，百分之百有唔同嘅作用喎，係咪啊？舉個例啦，譬如話你做到大官或者啊好有錢嘅人，咁你今晚喺個屋企嘅後花園請客，嗌曬賓客嚟。臨到開檔嗰兩個廚師，屌你乜肚痛暈撚咗，咁你自己混埋一齊啦。表面佢就係好低下嘅人嚟噶嘛，佢喺嗰個時間暈你就撲街噶啦嘛，係咪啊？係啦。你話八點鐘食飯，七點半就暈啦，咁屌你邊個整啊？你仲個肚痛都唔叫，唔使暈。所以呢個世界咧就唔好話自我誹謗，又唔好睇小自己。每個人咧都有佢嗰、那個重點嘅，睇話你喺邊個時間咧發揮個功能啫。最簡單啦，譬如話我哋而家嗰啲飛達保健班，你屋企人啱啱暈低，你又啱啱學過喺佢身邊，就救醒咗佢，用你嘅技能。特別我哋嗰個手力急救班啱啱開完啊嘛。嚟緊聽日就考試啦，咁所以咧，大概7月7日咧會頒埋證書添。好啊，如果有人想學嗰啲手力急救班咧，係國際協會嘅，係國際性嘅嗰、那個license個牌照，嗰、個證書係國際性攀嘅。咁、大家可以啲網友都歡迎嘅，因為學咗啲嘢咧可以救到人，同埋一樣好處咧，我哋同嗰個請力會嗰種急救班咧，就唔使兩年翻考一次嘅。我哋個證書啊，國際性啊，咁你又幫到人啦。好似我哋收嘅錢係800蚊，800蚊四堂啊。啊，係啊，四堂就發埋證書嘅。咁咧我哋俾嗰啲教老師嗰啲費用咧，我哋剩咗少少錢嘅，剩咗少少錢咧，話大媽俾我咧，我就捐咗俾東華三院嘅，即係幫佢哋做咗啲好事啊。一除咗，因為我哋呢度冇收佢哋嗰啲長租冇成啊嘛，即係唔收長租嘅多咗1000蚊，我都叫你擺咗落去嗰個東華三院。我哋有個慈善商噶嘛，萬福咁啊，幫啲學同學咧又做一啲好事咯，值得學嘅嗰個，因為你一生人都受用噶嘛。咁你啱啱話你暈低，就有個咁嘅人，你學過。你打份好簡單嘅工嘅啫，你行過就救咗個父老都唔定喎。你唔好睇輕自己喎，係咪啊？你啱啱救到佢醒翻咧，佢個黃金時間唔死得，等到十字車嚟，咁你就救翻命啦。所以世間係好，人生如棋局，棋局如人生。大家今晚我哋又擺咗兩盤棋喺度嘅，咁啊，大家值得要慢慢。拆解呢啲棋局，到你睇得通個棋局咧，你就知道點做人，就唔係立亂棋位。特別嗰啲炮嘅用，通常捉棋嘅人咧就注重只車啊、馬啊，都注一馬食八方嘛，都注重啲車馬。炮咧就好少人諗到個威力噶嘛，炮。但炮的威力用到仲好犀利噶，通常啲人咧就話我炮有炮架先打到人噶嘛，架仗，你自己要架個炮架打人噶嘛，啱嘛？但我又唔知道我借人嚟做炮架噶嘛，你睇金仔借俄羅斯做炮架，呢一鋪大家睇到朝鮮金仔，佢就係俄羅斯唔喐。俾你金仔借去做炮架，啊！搞到而家變咗世界強國咁滯，所有幾個領導都要過去見佢。誒，我哋係咪呢個世界真係奇局啊？係咪服唔服啊？最窮嗰個國家有最窮啊！
又最冇江湖地位，又俾人封殺嘅，可以出咗國際舞台。玩到幾巴閉？酒店都唔使借俾錢。嗰啲係小事啦，但即係你又睇到嗰個世界咧，就話你去到某個時間空間嗰點咧，你就好厲害噶啦，非常厲害。嗯。所以今晚的主題就是跟大家打氣的主題，因為最近呢中國和美國呢就開始了個貿易戰了，所以我們今晚主題就是借這個中美貿易戰可以富貴。個個都說閉翳，為什麼多鵬你說富貴？富貴，我的朋友富貴了，我執了啦，已經富貴了，執了啦，你說出來都水尾，未水尾，那你還有機很多機會。他現在在路礦還有很多範疇，那你就留心個時局咯，因為現在你在個股票市場很多auction啊，有很多那些認沽權證啊，仲有得買噶嘛？你夠膽？係啊！如果你買嗰啲窩輪嗰啲咧，就底裝啫嘛，唔上身噶。嗰啲輸咗算數。唔買咁多。但係可以賺到盡喎。係咩？買一萬蚊，我就賺到100,000喎。咁就未必得。唔係，即係有咁嘅機會噶嘛。係有乜機會？佢瞓醒嘅話，全部打靶落清盤，你咪執到少。我唔得了。係咪啊？好犀利啊！個個犀利。復仇記啊！呢個蘋果報幾代畫得啲公仔，果然如阿多塔所講喎，又而家又反口又追又打貿易戰咯喎，人哋點樣反口啫？好多人話佢反口，唔關佢事噶嘛，佢嗰啲鬼佬遊戲你哋唔明啫嘛，佢有前後幾陣噶嘛，我應承你。到時你知道喎，我就三權獨立噶嘛，咁我國會又未應承啊嘛，司法部喐得你噶嘛，係啊，係啊，我應承冇用啊，係啊，我應承你啫，係嘛？我哋好厲害噶，咁啊呢個中英貿易戰咧，我點解話有好多商機咧？因為睇到北京嘅橫招啊。北京咧就話暫停出口美國，即係4,000多億美金。咁咧佢就話，如果佢唔出口美國咧，美國社會就頂唔順噶啦。咁第一招，第二招咧就拋嗰啲美債，拋美國國債。咁啊，中國咧就有10,000多億美債，係美國最大嘅債權國。咁咧就會引起美國嘅金融地震，即係佢嗰啲莫神咁講俾阿習先生聽。跟住咧就引誘朝鮮金仔咧搞局，就喺北韓問題上咧利用金正恩咧就做文章，落阿特朗普嘅面，影響共和黨嘅中期選舉。跟住咧就結盟為攻。和所有被美國加關稅的國家咧，就攜手結盟，組成一個抗美統一戰線。另外一招咧就打壓台灣，強化南海軍事化，增加對美國盟友台灣的壓力。嗱，呢個咧就係北京暫時宣布咧，就用呢啲咁嘅屎坑計啊！我哋叫屎坑计啊，因为好可怜喎。你睇到中国嘅商贸部、中国外交部、中国外事部，即系全部低 B 干部嚟嘅。佢唔知道美国佬咧一揿得掣咧，全部唔系个人谂嘅嘢嚟噶嘛。佢用个电脑打晒出嚟嗰个成个战略，跟住执药嚟行噶嘛。嗱，见到啲咩？環境出嚟咧，你就宣布呢樣，見到呢樣宣布呢樣啊嘛！你都未話搞台灣，人哋宣布先啦，人哋宣布先啦，已經台灣可以搞獨立喎，咁啦，可以誒係嘛？恢復翻個一唔需要跟你個一中政策啦，你都未喐，人哋噏先啦，快過你啊！快過你，好啦，同埋佢哋傻傻地喎，你唔去美國。出口
咁啊邊個死咧？咁你嗰啲廠執曬喎。所以咧，中國呢、這個中國嗰、那個成個架構睇到咧係好致命傷嘅，就係、是、完全冇嗰個智囊嘅人才啊嘛。發爛渣。係啊，發爛渣啫，係發爛。同埋佢又自己冇研究過喎，佢話同嗰啲其他國家咧結盟喎。邊個同你結盟先得㗎？他們真的評估得很厲害，那班不只是結不到盟，那班友已經被美國佬說了，是說你那些他們呢搞全球體法搞不到，又搞那個西方的體法，西方的體法他們的，其實他整個搞這個貿易戰呢，怎麼他除了去徵收你嗰個中國關税之外咧，仲徵收曬加拿大啊、歐盟啊嗰啲關税咧，就俾啲歐盟咧，佢同佢自己埋堆咧，搞嗰個西方嘅睇法，咁、那個勢力咧就形成咗啦，形成咗就好厲害，佢哋嗰個策略好犀利，我哋變咗你所有嗰啲亞洲地區啲落後國家咧，名不超生。令不超生啊！佢哋西方全部睇法，佢自由貿易、自由免曬關税，全部都係 O K 噶嘛。你嗰啲嘢入去又死咩死？你全部同佢打工啊！咁啊，你嗰啲資源咧，你要焗住平價賣俾佢噶嘛。等而家你諗下，佢哋搞嗰啲世界嘅環保組織。你啲落後國家要跟你簽咗環保協議，你要跟嚟噶。中國咪喺度中咗招咯，死噶，跟唔掂噶。佢跟到點咧？譬如你工廠入邊一定涉及嗰啲五金啊、金銀銅鐵石啊，你去做嗰啲零件出嚟嘅過程咧，一定有啲空氣。有啲熔爐仔啊，熔咗啲金屬啊，或者點焊啊、焊點啊嗰啲啦，都有嗰個氣味揮發出嚟噶嘛。佢用佢嗰個國際標準咧，你連呢啲都冇買啊嘛。咁而家你全部要跟到佢捉啊嘛，中國政府啲就以為好撚叻啊嘛，嗰啲人，嗰啲幹部啊，學撚攞咗人哋嗰國際標準嚟去做啊嘛，咁咪死咯。執笠，執笠㗎。成功好重噶，唔掂噶，唔掂噶。佢唔知道話，佢哋嗰啲咁嘅條約係與本商人噶嘛。即係啲污染嘢咧，我俾咗去亞洲做，就定個標準出嚟喺個世界組織。我污染嘢佢唔肯做啊嘛。而家啲有錢國家啱啱先係你做啊嘛。咁佢講話要求環保乜要求，好麻煩撚事咩？佢都冇做。是你幫佢加工，你成你又要遵守環保嘛？整你咪害撚你咯，好撚大鑊噶！你唔夠佢哋計嗰盤數，佢都冇做，佢梗係乜撚都話搞撚到最撚好啦，佢都冇做。我都冇喺我哋嗰度做嗰啲咁嘅牛皮廠，又冇成緊冇臭味㗎，你做啊嘛？你乜叫你冇搞撚到冇味喎？你唔撲你撲街啊！揾毒鬼鬼佬，屌你咁樣，大家都唔撚明。即係嗱，我哋唔撚幫即係我哋唔抵幫呢一次中美貿易戰，我哋唔抵幫中國自己人嘅，唔抵幫嘅，因為佢唔撚老實，唔撚誠實。咁呢十幾年咧，就算而家話佢始終都贏咗啊，中國贏緊㗎，佢哋贏咗㗎，揾咗十幾年笨柒。是不是贏了？是不是贏了？贏了的嘛，那都是有反省。你打劫別人，十幾年笨賊，現在就叫狗班些出來，是不是贏了先？所以你們不用勞吵的，共產黨這局贏了的，但贏得不光彩嘛，即是贏得勞吵，被人發覺之後呢，你就貧得苦甩了，都不知道怎樣處理，仲喺度發爛渣，想矛人哋啊嘛！
係咪？人哋唔撚玩啊，咁樣你發爛渣啫嘛，你贏咗噶，你話大家鬥唔撚做生意噶，冇事噶。我中國唔撚買你美國嘢，美國唔撚同你買嘢，唔撚交易都得噶，係咪啊？點解唔公平啫？你可以唔買噶嘛，佢可以唔賣俾你噶嘛，大家都係好公道嘅喎，所以咪叫做咩貿易戰啦，係咪啊？咁你咪掃撚走曬嗰啲咁啊 ！iPhone 啲廠唔係喺中國做啦，而家走緊啦，唔使你掃都走緊啦，走咗好多啦，係咪？所以咧，佢哋諗啲咁嘅屎計咧，就話睇到國家咧冇人才嘅，即係呢班人諗正話啲咁嘅計仔啊，啊又要揾金仔搞局又要成，咁啊無撚端端捧到金仔咧做撚咗大哥，都唔知幾紅啊！冇咁啊，當前紅人啊！咁你就有一個好諷刺嚟嘅。以前我喺呢度貪大手板噶嘛，肥嘢金潮先啱唔啱先？你啱唔啱係喎？變緊咗嚟喺度做上賓喎，咁你仲有減乜撚嘢咧？你咪自己由頭到尾戇鳩鳩啦，丟撚曬架啦！咁成日叫阿金仔過去中國度出訪，咩嘢搞咩嘢？佢哋識驚啊！而家因為佢哋都睇咗我哋以前講過噶嘛，我。佢美日韓台菲律賓一聯手咧，就生撚曬你餅，成邊江生嘅枕撚住喺度啊！而家你今次一埋美國埠咧，變咗去做撚咗美國爛頭卒喎。今日我貼咗啲吹水文章，我如果台灣搞獨立咧，美國佬照都唔撚掂喎，金仔照就掂啦。金仔照就點？金仔照梗係點啦？喺你身邊發爛渣啊嘛！點解美國佬咁撚遠，美國佬都驚啊？發爛渣，日本仔、金仔你身邊發爛渣，嗱我同台灣結盟嘅，你冇撚喐佢喐咧，我喺你身邊發爛渣，你屌你有乜掂喎？好撚古怪嘅，嗱呢個就係棋局嚟嘅，大家睇啲棋局咧。只竹仔梗係過咗河就梗係好啲啦。過咗河，如果沉咗底線咧，就一般常咧當佢冇撚咗用噶啦嘛。仔落咗底線咪廢噶，行唔到行翻轉頭。點解原來啱啱唔廢啊？你兩個時嘅攻嗰時喺側邊咧，你坐唔出嚟啊，受撚住個門口會死啊。好啊，同埋你應該咧就冇企嘅，冇得行嘅，你會輸嘅。啊！但你有對方只馬一隻卒咧，你剩翻只卒仔沉底咧，你都係和棋喎、哦。你嘅卒仔你就可以和棋啦，有得行啊嘛。如果你連嘅卒仔冇埋輸啦嘛，所以你唔好睇輕啲肥仔金呢啲啊！佢而家咧就係棋局嘅卒仔，企撚我沉底卒。所以我哋形容咧金仔咧就係沉底卒嚟嘅。唔係鋪面著，沉底著，你要用佢先掂，犀唔犀利啊？所以大家要睇啲棋局，因為點解要搞棋局咧？即係之前我諗啊諗啊，有陣時我哋講啲佛學咧好深，你話講得到唔係呢個世界嘅嘢，咁啊有啲網友咧就喺啲貼咗啲 post 出嚟，喂，郭先生你講啲嘢我哋明白先得㗎，好多嘢 post 都唔肯明，聽完唔知噏乜，咁啊你好難怪啲人。唔明噶，系嘛？我唯有咁讲捉棋啦，系咪啊？捉棋易明咯，即系咁。而家即系解出嚟，我世界如果你有智慧咧，你识利用世界任何一样嘢咧，都好厉害。即系等于我哋讲，我哋食烟，哇！原来啲烟仔咧系武器嚟嘅，咁啲人咪明啲咯。原来啲嗰日先人问我，喂。點解做計時炸彈要用煙仔咧？唔好講埋啦，係嘛？係咪啊？唔好講埋我啦。因為嗰個煙仔燒嗰度有時間噶嘛。譬如我想話嗰個煙仔燒三分一咧就爆炸啦，炸彈咪設計咯。你冇煙仔設計唔到噶嘛？係口煙仔燃燒咧，嗰度有時間，慢慢燒落去咪煙仔好過癮喎。你唔食佢咧，佢都自己燒噶嘛。第二種物品咧就唔會自己燒嘅，香都得，香都可以自己燃燒。
煙仔就最方便，所以佢嗰個係可以做計時炸彈。好啦，因為既然間你睇到北京係冇橋嘅呢鋪，但係如果冇橋咧，喺我哋嘅戰術嚟講咧，就話唔會冇橋嘅。仲有啲咩可以玩咧？屌，習先生梗係乘勢借呢個機會喺自己國家洗牌啦！叻嘅話，係啊，即係話咧，但佢已經中國發表咗內部嘅批判嗰啲中興公司咁啊，佢咪冇批判喎，佢冇批判喎，係啊，但佢又做錯咗，唔夠攬啊嘛，如果俾人哋個叻人咧。一收到情報，而家中國咧喺呢方面咧，去到呢個時間嘅空間嘅國家同國家之間嘅競爭咧，唔止係靠人才，最重要靠情報。你一冇情報，你乜都輸。一收到情報，美國佬想喐你間中興之前咧，一收到情報，哦，佢為咩事想喐咧？哦，原來偷人啲嘢賣。有些人咧又應承咗人哋話要懲罰嗰啲夥計，冇懲罰，你即刻就跳出嚟拉幾條友先啊嘛！佢都未撚講嘢，拉拎咗幾個人就坐監，屌你乜扮坐監啊！拉中興夥計啊！咁咧鬼佬咧就唔肯會噏住先啊！咩我做緊啊，大佬！而家全部話係咪啊？就話你睇到中國咧冇懲罰，但係啲情報慢啊嘛。或者有情報咧，關人撚事唔撚理。咁呢一啲咁嘅系統咧，就係點解我成日咁撚針對呢個王毅外交部長咧？咩係你負責噶嘛？你外交部要負責收情報噶嘛？你冇理由下下俾人哋火燭埋喺度身，都仲發緊夢喎、啊。話早喺度死撐啊嘛，係嘛？即係話你美國未宣布話制衡中興嗰陣時候。我就拉撚咗幾個人坐監，咪大鑊大鍋，仲要賣報紙喎，仲要發表聲明，屌要向公司向佢哋嗰啲機構下埋道歉，從此唔撚玩噶啦，嗰度繼續玩，屌！喂，大佬，香港以前啊，嗰啲美國嚟香港查廠啊，係香港工商署啊打電話通知啲廠家噶，喂，執衫你哋嗱，美國佬嚟啊！他要通知香港工商署的美國來香港那些官員來查事那些人自己通水給你的嘛，屌你什麼你是不是哪會這樣樣的，整個中國大安置業。我現在你習先生你就可以借這件事呢就重整了整個經濟的體制呢，重新要改革，又要找一些人回來找回那些厲害人回來，沒有的，重金就可以了，重金就可以了，我找回自己人回來而已，真是浪費氣，因為這樣的情況，看到中國沒有了這個對策，大家就看著那個情況，怎樣沽期指，怎樣買什麼貨，那你就有機會富貴了，揾大錢咯，又通常呢啲咁嘅情況咧，就係財富轉移嘅，即係社會嘅財富轉移啊！即係有班人咧會唔叫咗錢，有一班人咧就收咗錢，係財富轉移嘅大機會，咁大家自己留心。但玩還玩啦，咁啊你用你自己嘅能力咯。咁如果你有十萬蚊，咁啊即係賭兩萬蚊輸咗算數，無傷大雅，值得搏啊嘛！朝鮮金是影響了整個東亞局面的，是啊，成七十年咁滯，那個抗衡而家突然間咁反轉咧，係好大。但我俾我哋估中咗，就話美國咧係陸續有招數出，而家真係出到台灣招棋。我都貼咗上去之前，我美國佬會借台灣嘅問題，又玩嘢，梗係啦。嗱咁。因為你同台灣如果金仔唔冚旗咧，佢真係共產黨，我利用佢燒曬你日本、韓國、台灣嗰邊燒過咁。而家佢一冚旗咧，
美國咧就無後顧之憂，但睇到個隱憂咧，即係好嘢就唔撚靚喎，咁啊即係要靠中國共產黨習先生啲智慧啊。呢邊就美日韓台菲菲律賓啊聯手啦，做乜吊鬼咧？就嗰邊咧就俄羅斯、蒙古、印度、越南。又撚個菲律賓仔喎，屌你啊！乜菲律賓仔真係班，你咪兩邊都撚佢喎。好似阿金啊。係啊。地位咯。你真係撚得佢死咯！係啊，食兩家茶嚟喎。唔緊要啊。好啦，咁如果你俄羅斯、印度、越南、蒙古睇到有聯手嘅趨勢，咁咧就平分天下去，俾我啊！有咁嘅走勢啊！目標都係咁啫，大家睇到有咁嘅走勢，即係話咧，所有白種人，包括俄羅斯在內，變咗佢美國咧就同意俾俄羅斯入嗰個 G7。而家 G7 係七個國家嘛，而家同意俾俄羅斯入去八個國家，有交易我睇到有交易。夾住你共產黨係咁先，你冇撚喐。好啊，但共產黨唔撚知乜滯喎，睇佢有佢又全面咧靠攏俄羅斯喎。最近呢一個月設立好多中心啊、咩城啊、交流啊、乜喊乜，全部全面靠攏喎。又變咗五十年代蘇聯老大哥咁嘅身份啦，真係好吊鬼喎。咁我哋中國點樣突圍而出咧？而家唔講突圍，而家最緊要搞掂個內部咧，唔好亂。特別習近平喺嗰個內部嘅政治嘅能量咧，要加強。我哋據我哋收到嘅資訊，所有嘅部門、地區嘅單位開始又埋堆玩貪污啦，新上嚟嗰班人。再收到一啲更加敏感的資訊咧，喺網上周圍都收到咧。因為呢個世界個而家資訊咧咁 open 咧，就唔同以前嘅，連中紀委都可以有人搞貪污啦。正路嘅，呢個係好撚大鑊。正路嘅，咁你習先生即係話咧，你成個制度咧，即係要制度問題，成個制度要完善嘅。水清又冇魚嘅。但你要喺黨校要培訓啲幹部咧，貪污有貪污嘅文化，貪污咧有貪污嘅道德標準嘅。上一堂貪污嘅藝術，係啊，貪污有藝術㗎。點樣避開唔買嘢？唔係啊，你要令到，如果你國家嘅官員咧，你學而家你嗰啲咁嘅。香港啲咁嘅工程貪污貪撚到咁撚樣爆鑊咧，呢啲係最撚低裝兼九流嘅。貪污完仲要快起貨攞撚到獎金嘅，又平嘅嗰啲咪叻仔咯。而家你唔肯係啊嘛，你傷害我社會啊嘛，貪污呢個咧九流嘅。全世界都有貪污嘅，係唔會冇貪污嘅。咁啊，另一個招數咁啊，美國退出呢個人權聯合國嘅人權理事會，又玩緊邊科？佢呢個好撚毒噶，又好毒，梗係毒啦！我唔撚使就受你嗰個掣肘啊嘛，我自己去立法啊嘛。我一個覺得你唔係我唔使你，而家你發覺邊個國家人權唔好嘅，我係你嘅會員，我咪要擺我嘅投訴喺你個理事會度，由你理事會開始去執行彈劾佢咯，或者整點樣對付佢咯，制裁嗰啲冇人權嘅國家咯。但我唔玩呢套遊戲，退咗出嚟，自己拿一套人權嘅法規。而家佢哋有噶，美國有一套。自己內部嘅人權法王咪再加強，我隨時可以喐你嘅喎。
可以 過境通緝你拉人喎，唔撚使通過你嗰個人權理事會喎，幾撚禍啊！屌你乜好撚大禍啊！你王呢只係煙屎嚟㗎，呢只你知唔知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殺手啊？即係等於佢喐撚何志平嗰條法例一撚樣，應該你何志平行賄非洲。咁啊，非洲告鳩肥仔可噶嘛？佢可以引用佢呢啲法例咧，美國呢啲法例咧，喐撚你何志平啊嘛？而家佢玩呢科退出人權，就係、是、又係學呢個翻版啦。我唔撚使向你理事會投訴，唔撚使經你個程序，我自己有法例嚟執行。好撚大鑊㗎！呢鑊啲人睇唔撚到啊，以為屌你咁閪又講人權，自己唔撚玩。佢話你唔撚夠揦啊嘛，你揾曬集古惑仔冇人權嘅嚟做委做理事啊！佢話自己維威威揾笨柒啊，自己即係自己查自己啊，所以跳出嚟啊，好撚犀利啊！呢、這個你哋要細心諗啊！你唔好以為佢退出嚟啦，唔撚理你班友啊！他退出嚟用佢自己嘅標準嚟嚼你啊！知唔知啊？好撚毒噶啲鬼佬法律，你哋唔撚明啊！玩殘你噶呢一鑊，佢玩撚到點咧？連香港嘅官員都可以告鳩你啊！佢自己立嗰個人權法喺邊度告先？美國咯，美國咯。凍撚結你啲身家咯，充撚公你啲嘢咯。總之你去任何世界同我美國有關嘅，你都唔撚點得咯，點撚親就拉柒你咯。屌你啊！你真係寸步難行喎，封殺你咯，列撚咗入你喺美國通緝名單咯。透過國際組織啊，話你違反美國第幾章法例啊，點樣國際刑警通緝你冚家產啊？跟住喺度攞咧，拆除咧，就凍結你嘅家產啊！你大兩幕啊！屌你啊！咩好撚犀撚你啊？係咪犀利啊？犀利啊！犀利啊！屌你！美國犯法喎！你唔使理美國，佢立緊咗個法規係咁，佢有權咁樣做。你話佢冇權，你咪去美國同佢打官司咯。冇我。唔係我，你可以話你冇罪㗎。你話唔係㗎，你咪去美國打官司咯。我告撚咗你先。佢通過一條法例，我可以告撚咗啲人違反咗你美國人權法，唔撚俾佢嚟我美國，唔撚俾佢乜，唔撚俾你乜。佢未必要過境拉人質，乜撚嘢都封殺你先。你過去美國境又唔得，過境都唔得啊！啊！跟住通知佢有邦交嘅國家，嗰啲盟友嗱呢條友咧，我哋通緝緊嘅，你諗咩？係嘛？佢冇過境嚟拉你，佢行曬佢嘅法律程序，通知你姓乜名乜住喺邊一單，辦緊曬憲報，或者佢再使啲錢咧喺海外咧就掟埋俾你嘅居留地嘅國家，派緊埋傳票俾你，派緊埋通知俾你。我哋將起訴你㗎，你可以嚟答辯，我哋唔勝。如果你唔答辯嘅話咧，即係話等你接受我哋法院嘅裁決啦。咁屌你啦，你真係唔知點樣樣搞。自動波喎，佢行個法律程序啊嘛，你唔抗辯啫嘛。咁你唔抗辯，我咪跟住嗰個執行咯。等而家你嗰、那個喺香港話19萬幾訟費嗰個女仔喺個法庭影相。而家香港政府有權香港起訴追佢19萬幾噶嘛？佢唔需要用律師喎，啲人話好撚貴嘅，多撚餘嘅。你求緊公務員代表政府上去確度申請得噶啦嘛？唔一定用律師㗎，告人咁啊贏緊嘅，使幾百蚊入品告鳩呢個女士，就話喺法庭影相過，收佢19萬幾仲咪攞咗出嚟。跟住佢又唔撚睬你，唔撚可以再入 court 申請佢破產，申請佢成咯。跟住攞個法庭命令，再通知國內嘅法院咯，叫佢幫手喺國內起訴佢咯。
自己做得㗎，唔需要請律師做㗎。你喺公務員嗰度對揾個 boy 都做得㗎。嗰啲唔使打官司咪贏緊啊，追債啫嘛，啱啱啊，係行個法律程序啫嘛，使咩仲費啫？你冇林鄭喎，你冇撚點鳩我哋啦。佢唔識啊。係嘛？誒、哎，你攞嚟啊！我同你告啊！屌咪收一半啊！告撚到，手都唔識邊個食啊！咪過到我同你收一半，屌你阿媽！我收一半得啦，收到就你收到十幾萬幾啊，分翻半嚟，啊！再入埋你嗰啲咁嘅書信佬啊，你幾百蚊佢寫狀紙搞撚掂，係嘛？咁你做咗名人喎、啊，有人賣你報紙咯喎、啊，係咪好撚抵啊？我判嚟做都抵啊，有得出位啊！唔使做嘛，唔使做大佬，你政府又唔撚使慳，又慳錢，係咪啊？行程序啫嘛，淨係行程序啫嘛，冇得打啊嘛 ，case 死嘅，邊度打啫？係咪啊？好厲害㗎，大家要小心啲法律咧，唔係你哋普通人所咁樣諗咧，係咁樣簡單嘅，好咧要中招嘅。第二個問題，嗱咁啊。嗰啲港鐵而家係咁樣不停咁樣爆出爆鑊喎，沙中線嗰度爆完一鑊又一鑊，仲話冇位扶添喎，點搞？係啊，嗰啲港鐵工程啊，一路剪短又話四萬點三同你講冇扶，係咯，請佢翻嚟就係話俾我哋知佢冇扶，佢真係冇扶，我哋一早講咗喎。我哋咪而家講噶，我佢嗰工程合同咧，你哋搞嚟搞咧，你哋都始終要輸嘅。佢已經係部署曬咧，幾時嗰啲總監褪啊，西九啲總監又褪啊，嗰、那個西九站嗰度嗰啲港鐵嗰啲工程出事咧，又有兩個褪咗噶嘛，佢作急褪咗啲人啊，褪咗啊。咁跟住而家佢哋又話做錯嘢又整漏水啊，又啲結構唔好啊，咁啊而家啲起錯牆添喎，起錯圖畫錯槽質，落錯石屎，剪咗鋼筋，而家你佢而家明屈你噶，而家爆出嚟，全個社會都知道係剪撚咗鋼筋，你補唔補救先？政府或者你補貼補唔補救？好啦，你局撚要補救，你補救咧有後加工程費啦。補救嘛，補救咪要照俾錢咯。當然。追究邊個？追究咪嗰個承造商咯。俾兩個人走，你告撚上法庭咯。判佢失職，行為失職咩性？罰錢兼賠錢，佢咪申請破產。嗰草鞋公司嘅咪清盤咯。萬撚都會申噶。擺撚明個局係咁噶嘛。等而家你香港買樓。你同新鴻基好，恆基好，你長江嗰個大公司買咧，如果等樓咧，死人冧樓咧，你告個大魚告唔撚到啊嘛，係咪啊？佢買一個地盤就用一間草鞋公司，即係兩蚊嘅有限公司嚟買個地盤啊嘛，全部係借錢俾呢間公司買個地盤翻嚟啊嘛，間公司本身冇錢嘅，賣撚完。佢攞撚曬錢，抽撚曬水，跟住自動清撚埋盤添，唔撚使人告我清盤，我自己清盤啦。消失。冇公司埋唔到身噶嘛？你告咩告條毛啊？因為清盤嗰時咧就賣撚埋吸引劇式欠報噶嘛。有我間公司將佢幾時清盤啊？開始而家就賣欠報。你哋邊個債仔邊個成同你間公司有官司有糾紛嘅就唔該你登記嚟賠錢。嗰時你又未撚冧嗰層樓，係咪啊？清撚完盤冇啊冇啊，過撚曬嗰個時序咯。你冧撚撚撚咗我間公司，我自撚縮咗清盤，你咪關人撚事咯。賣唔到身噶，冇話用間總公司嘅招牌嚟 hold 你嗰個地盤噶嘛。第二間禮頓公司，佢有人都係啲子嗰啲甲乙丙丁嘅子公司。佢而家佢禮頓公司下邊有好撚多子公司，你一殺撚到嚟，佢嗰間啊清盤啦，係佢同你簽合同啫，我冇簽，總公司埋唔到身。即係 limit 嘅好處。嚇 ？limit 嘅好處咯，有限公司嘅用途。所以佢唔撚睬你喎，而家佢嗰間禮頓公司唔撚答你添喎。你都唔理你啊？你放蛇咬啊？未
有行法律程序。唔係你敢唔敢叫佢停工冇撚做咧？嗱，你叫我停工就係延誤就你嘅事啊！咁屌你咁樣嚇，責任唔喺我度啊！好撚讀夠啲中東合同。咁大家唔好咧忘記喎，英國佬之前冇喎，因為英國佬之前咧唔係用呢種合同噶嘛，唔係用呢種工程合同噶，都是釘大嚟噶。邊個咁蠢搞到啲咁嘅合同？林鄭月娥做發展局長嗰陣時引進嘅，但係點解可以咁蠢？特登啊嘛，你蠢你點樣蠢啊？屌你係咪冇著數又要引進啊？我害咯，蓄意嘅呢只直係蓄意嘅，蓄意的。可以話俾你聽，所以香港都好撚可撚廉，用呢啲人。喺英國佬嗰陣時，未撚聽過工程話嚇、啊、會出事嘅。係啊，冇事。冇啊，有超支，係你自己工程公司負責。我的公司係你上身，我哋上身。我哋記得咧，淨係金門都屌有單嘢都黑咗六億幾啊，大佬，接單工程。而家鑊鑊都八十年代黑六億幾，好撚多錢啊，大佬。事實係要咁做，唔係咯？點解會咁樣？你落標計緊錯數，你嘅事噶嘛？而家唔止咪都係刻意出搞出事啊嘛，搞出事嚟淹你啊嘛。呢啲係大陸嘅文化嚟噶嘛。而家大陸嗰陣時開放改革咧，個個搞啲釣魚工程啊嘛。原本單工程咧要5000萬嘅，佢就話咧千幾萬咧就做到啦。等人哋話唔好貴先。一落撚咗去咧，就跟住一路擴大擴大，屌你兩6000萬都賣唔到尾，開撚咗工先，洗撚濕個頭先等你。中國咪搞呢科咯，最叻添，專家嚟噶，專家。咁而家佢禮頓嗰啲搞撚咗落嚟咧，佢又叻仔，佢分翻啲餅仔咧，俾嗰啲中資公司有份做。好啦，你話俾我唔俾中資公司做，唔俾禮頓做，唔俾啲金門其他做，你香港冇嗰啲工程公司有嗰啲價差。咁撚大型嘅鑽土機，咁撚大型嘅機咧，你冇啊！你冇咧，你冇資格投標，你焗撚住俾佢做，你叫名屈嚟嘅，知唔知啊？屈字堆呢啲，屌你咩？特撚登挖深啲，你記唔記得嗰、那個嗰幾日賣報紙啊？特登挖深啲啊！挖深啲係多啲錢，博多啲石屎。屌你咩？而家香港人都慘嘅啫～咪成日點去起咁撚多嘢啊？呢啲蛀蟲有冇辦法度咧？大有大搞，細有細搞咯。嗰啲咁嘅蛇齋餅種嗰啲咁嘅議員，咪搞嗰啲1000萬一個廁所咯。喺元朗整條行人天橋，屌17億幾咯，300幾萬一米咯，係咪啊？大撚鑊啊！冇噶，屌呢個世界！即係人哋話俾你聽，你共產黨成日炸低啲幹部咧，接收個香港翻嚟咧，聲大大話英國人做得到，我哋都做到咧，呢個廢話嚟。做到幾出色嘅貪污。有邊個？嗱，咁啊，呢個就家庭產品呢啲就點解會咁嘅咧？呢個真係悲劇啊！唔好彩。真係好。好悲劇，佢唔識我哋真係悲劇。這個事實夠膽講過，他不識我的悲劇，識我一定不會發生。即是為什麼會搞成功？識我呢，我最撚多不見幾皮而已，如果我醫不撚到的話，但多數醫到的。見幾皮？不見幾皮，送他老母去南印度，屌什麼他度假就在FIDA醫院，屌什麼一個月清撚曬回來了，排曬毒啊嘛！佢呢逢係濕疹就有毒啫嘛，啱唔啱啊？啲血液有毒，係嘛？我未必醫到喎，但我醫過兩個嗰啲好快添喎，嗰啲生蛇啊！嗯，有仲難醫。我又試嗰個女仔咧，就係而家講成30年啦，佢高級公務員。是阿 Billy 仔介紹的，佢咩無端走嚟我九龍塘，就佢個女咧考咗去英國，就政府津貼佢讀書嘅，突然間咧全身冷啊，周圍都咩事？咁如果你去驗身咧，一定唔撚得啊嘛！嗰次咧就佢嘅個案咧係幫咗我嘅，我係無端端眯埋眼諗呢個女仔咩事咧？
突然間飆咗一樣嘢出嚟，就蟹殼素喺個腦海度啊！咁我就你用蟹殼素試下日本嗰只，係幫咗我。但如果呢啲濕疹咧係唔係難噶？佢即刻去嗰啲惠康買啲礦泉水，唔好飲，停止咗飲香港嘅水，跟住咧能夠斷食嘅斷食，唔斷食嘅咧就每日食一餐，全部清食一個月，即刻唔可以惡化先啊嘛！跟住佢游水曬太陽，海水啊，海水係醫到啲皮膚病啊，得得得。即係內外急功啊！跟住啊，練拍腳功、平甩功，成個身體咧停曬先，唔好惡化先。咁啊，再揾個好嘅中醫啊，有啲好嘅中醫咧醫盆腸病嗰啲散毒啊，成啊好叻嘅，唔係咁大件事嘅啫。一通常而家啲人咧，身體弱啦，免疫功能弱啦。跟住最麻煩咧，佢哋食嗰啲快餐店啊，嗰啲咁嘅炸雞啊、炸薯條啊，嗰啲有基因改造嘅食物啦、啊，成日傷個打機打電腦唔夠瞓啊，古靈精怪個身體虛，啲水又唔靚啊，咁咪出事咯、啊。如果佢再加上以前啲父母生佢嗰陣時咧，有啲胎毒未清啊。同埋有啲老豆咧，走去叫雞咧，有個性病，有個性病嘅人好咗，唔係真係好曬，好靜啲手尾，變咗佢嗰啲精蟲咧，有嗰個性病嘅基因喺度，即係有毒素喺度，咁咧就有帶嚟先天性嘅皮膚病，都醫到嘅，都醫到。即係你搞到話你咁樣忍唔住咧，殺死咗個父母咧就。你自殺，自己又自殺，呢個一個真係良辰悲劇。你都睇到咧，係一個社會無知嘅悲劇咯。咪有佢打個電話嚟問我哋，擺上我哋天羅地網問我哋，一定幫到佢手。如果我正話講嘅方法唔靈，我都我最多嘥幾皮嘢啫嘛。就介紹你我哋蘭欣道嗰啲非大醫術嘅醫院，專人醫你。係嘛？上次你見過啦，印度先生嚟探我，喺 Bangalore 添，仲靚佢哋。我今日擺上去有間孤兒院㗎。嗯。嗰啲孤兒仔咧，我擺我去印度就係我個朋友，佢哋做生意賺到錢嘛。嗰啲孤兒仔咧就好凄涼嘅，全部喺街邊執翻嚟嘅，即係父母出世見佢哋咧殘疾啊，殘缺不全的細路仔掟曬街唔要嘅，佢就執咗翻嚟。我揾咗個嗰、那個天嗰、那個基督教啊，天主教有個天主教姑娘咧肯做義工，就俾租咗地方咧養呢啲孤兒仔。咁我朋友又印度朋友咧又做生意，佢哋又通知啲朋友每月俾錢嚟讓你做呢間孤兒院咯。世間好多可能好事噶，但唔難醫噶，佢哋呢啲喺印度。第二個問題，悲劇嚟嘅，真係悲劇。呢個真係好好悲劇。好啊，如果大家如果有呢啲咁嘅無名中毒嘅病咧，我話唔係醫生，大家首先講俾你聽。但我哋咧有經驗咧，教你自己醫自己嘅方法。咁你嚟問我咧，就係自己醫自己嘅方法嚟嘅，唔係我醫你嘅，即係話啲經驗俾你聽。一人體咧本身嗰個自我修補功能咧係好厲害嘅。自己醫自己，即係你介損嘅手會自己埋口噶嘛，就係嗰種力啦。咁你如果你嚟問下我攞啲意見咧，就冇壞嘅嚇。第二個問題，方法有日本嗰邊又地震喎，仲要震我哋好中意去嘅大阪喎，好多香港好勁多人。港人大逃亡啊，驚成座大廈冧落嚟啊！屌你唔知係唔係啊？真係講到咁離譜啊！真係驚嘅，如果你外人就日本人反嚟冇咁驚喎。香港人驚嚇，香港人驚，你試過啊嘛？係啊，話都冧得幾犀利喎。係啊，真係你都唔使呢度有港人大逃亡地震，
正常的日本地震咧就係不嬲有噶啦。咁如果大家知道咧，就呢度温馨提示啦。短期間就唔適宜去咯。即係話咧，佢嗰啲板塊咧，一路震動咧，跌落嚟佢先有地震。仲有得震喎、幾時係唔知啊嘛，最慘。咁而家根據佢哋嘅歷史同埋佢哋嘅天文學家嘅地震專家報告咧，日本將會陸續都嚟噶嘛，係而家係高危期噶。話富士山冇撚咗啊，第日可以都係十零年內嘅事嘅啫。東京會成個陸沉咗啊！1990幾年啊，1992年，18年，而家18年30幾年。嗰陣時佢哋就話預算50年到啦，而家仲有18年至20年，係日本最厲害嘅大地震出現。嗰陣同我哋外蒙古想話租借一個地方，殖民地啦，租借，但係避難住，係啊，就冇批俾佢啦。佢哋自己知嘅，係危險嘅。而家開始一路嚟。咁啊，點樣講咧？仲可能就避咗咯。如果知道啲地方有呢啲危機嘅，就冇必要去旅行啦。地震係冇得防止嘅，亦都冇得方法咧去解決，擋唔到啊！直情係啊，冇得擋。天災，你又只可以，如果你話能夠有預測到咧，你已經係好著數噶啦。好著數啦！好，仲有咩問題？咁啊，翻翻嚟喺度講啦，就話羅范椒芬冇得做呢個科技園主席，有人問阿Doctor你點睇喎？一朝天子一朝臣咯，中國人嘅社會係咁噶嘛，佢係阿梁振英委任噶嘛，咁而家林鄭和上場啦，咁啊，遲咗啦。已經遲添，係啊，應該早幾個月咧，一早要喐咗佢啦。呢啲係餅仔位嚟噶嘛，派過又派又。中國人社會係咁啊，超嘅。第二佢亦都冇咩正職做俾人睇嘛，自發份。如果佢真係有正職做到出嚟俾人睇咧，你喐佢咧，社會都有人幫你嘛。佢又冇。冇人出聲喎，屌我哋屌，冇咪冇咯，關人。唔係淨係佢啊，就算而家呢個創科局嗰個楊潤雄嗰啲，又係梁振英擺到噶嘛。呢啲應該遲早都要喐埋。又係唔知做乜。香港搞唔到噶創科，香港冇條件搞啊！天時冇，地利冇，人和冇，咁你搞條毛啊？冇啊，冇人才啦，冇錢啦，嚇，冇你嗰個空間背景啦，冇。你連嗰啲實驗室嘅化驗化嗰啲反應爐嘅儀器你都買唔到嘛，咁你搞咩科技啫？冇得搞噶，你個地方咁細嘅空間又冇。你記唔記得早兩年搞一個由瑞士喺瑞典搞嗰個量子互充器啊？好多國家夾錢嗰下，好撚大嘅地盤，一公里長喎。廿七公里喎，係啊，20幾公里啊，好咧。點樣搞？兩個國家個邊界嗰度。咪點樣樣搞啊？搞條布啊？都冇，屌你係咪？都冇啊！上大粒子，咁台灣你連嗰個唔係啊！你連嗰個反應爐嗰個殼啊，你都冇啊嘛！台灣都冇噶，台灣佢係都有科技發展啦。唔係佢嗰個新竹園投咗多錢，因為佢哋蔣經國好聰明，派曬啲台灣出美國留學翻曬嚟咧，就踎喺度，踎喺度咧就搞呢個科學園。跟住嗰班美國仔咧、台灣仔咧，就唔喺美國度辭工嘅。個個攝曬喺美國嗰啲大科技公司啊、國防部啊，連我有個學生都仲喺太空處噶嘛。NASA 嘅納都專家大佬，佢又喺又自己又做生意，又開一間公司，開間廠，自己又喺科學園咧又做董事，又係台灣嘅
國防科技的委員成員打撚翻份工喺咩嗰度？佢嘅意思就話咧，我哋咧做咗嗰頭兩三陣，最後嗰下嘢測試咧，一定要攞得翻美國。冇啊！高科技啊！冇啊冇啊冇嗰、那個冇嗰種軟件，冇資源。因為你就算台灣有錢都冇得買啊，最慘。唔賣噶嘛呢啲技術，唔賣啊嘛嗰啲反應爐。但依家你個芯片你都唔賣俾你，係咪簡單啫？梗係唔賣啦。你去邊度賣咧？唔係你去邊度賣咧？你去邊度賣咧？唔賣俾你。投資好多年。係咪？俾咗你，你抄你又抄唔到。唯一咧，你又鏟緊咗個招牌，打死個招牌出啦，出得啦。嚇！係嘛？即係笑話。冇啊！你真系冇啊！死局嚟啊！死局嚟，呢个系死局嚟，死局嚟。佢哋自己冇噶，冇噶。所以咧，就喺嗰个世界未来，中国咧要转型嘅。而家仲大镬，Donald Trump咧话搞太空战，俾你追。氹你落搭啊！你唔好去追添啊！氹你落搭啊！等以前蘇聯咁樣同佢搞嗰啲，搞嗰啲武器競爭，蘇聯無撚曬啲錢咁啊！係啊，輸撚曬。咪咯！你冇啊！你唔夠去追嘅。而家中國係要尋潛內斂啊！真係尋潛內斂啊！個個都睇錯咗，以為話啊中國咧係喺前十名以內國家全部錯，係落後國家嚟噶，排九啊幾噶，因為將嗰啲房地產啊、整馬路啊、乜嘢工程咧都擺曬落個 GDP 嗰度啊嘛，其實唔冇咁高啊嘛，係冇意思噶。就話呢啲下邊啲幹部咧唔得實事求是啊嘛，吹水啊嘛，自己呃撚埋自己啊！我看到四圍都起了路，覺得很威風，有正職，很高的，深圳這裡，是啊，高過香港。這個故事就是教一些年輕人，我們或者啱聽或者不啱聽，我們由六十年代出來做生意，學人的生意就是說跟個銀行家學咧，佢話：喂，西鎮最好就唔好咧爭銀行錢做生意啊，唔好爭錢。好少喎，個個都借嘅喎，唔夠少喎。唔係你驚冇人借俾你啊？唔係個借，你驚冇人肯借俾你啊？咁我哋咧就好深刻印象，因為佢哋嗰啲戰前嘅世家嚟噶嘛。佢個風浪咧太大啊！佢屌你啊！你做少啲安樂啊嘛！佢未嘗冇道理喎、啊！你話你又唔係冇飯食，咪冇得撈？唔係你佢問我一句，咁你咪話喂，咁咪冇得做，咪冇得做，你做少啲咯、啊？佢做咁多做咩啫？唔係你做咁多你冇用噶。譬如一個人一個家庭咁，你一個一年開銷百零萬咁樣，好豐富啦。如果唔賭錢唔剩就唔使供樓會計啊。咁你揾咁多錢做咩？係咪啊？佢未嘗冇道理喎。佢為咩事要投赤先？一你唔做一鋪，你唔使頭痛噶嘛。你做一鋪，你會頭痛噶嘛。所以我哋咁多年咧，好多機會揾大錢，我哋都點解唔揾咧？就係、是、覺得冇頭痛，費撚事頭痛啊！避免頭真係我唔係啊！個天時唔就你會死噶，唔知你啲人冇睇到嗰、那個最近嗰套好 hit 啊嘅電視劇咧？司馬懿，司馬懿大軍師原本死噶嘛？屌你乜个天时落雨啊！突然间屌你乜唔使死，孔明都呆捻咗。两个斗法，地利人和都人心都紧啦。
知天時，懂地理，曉明人心，點樣都死喎！天時知唔撚曬，突然間可以烏雲密布落場雨，燒雲咪撐唔死。之前射個吳家產射咗只龜喺度，佢袋咗只龜，屌你係咩擋撚住啲箭咁撚樣又唔撚死，咁咪冇得計咯。個天時唔就你啊！譬如話你有錢買個地盤，點解成以前有喺香港好多嗰啲嗱，譬如話國泰軒隔離嗰個地盤又我啦，喺中上環嗰度個浙江興業銀行總行大嘅地盤又我噶。西洋菜街有十幾個 number， 嗰啲萬里中心嗰陣時候，我拼樓翻嚟十幾地盤，我坐喺地盤唔起樓嘅，因為就係老人家交落。你借咗地盤，如果你唔借錢咧，嗰啲地盤咧，你借建築費咧都還好啲，即係你冇錢起啊，我咪要同銀行借個 building loan 咯，借建築費。佢但係起完咧。你收租都可以捱到找那個建築費的息口啊！如果你的地盤又借了錢，再借埋建築費，咪佳寧咁咯，瞓醒醒搞地盤冇撚曬咯。佳寧集團啦，怡華益大都係咁啊，係好撚危險噶！你一開盤臨時賣唔撚到。銀行 call 窿啊嘛，以前仲可以將你爭錢個 file 咧，攝撚咗底下啊嘛，夜晚請銀行老總仔、杜老師溝幾條女俾咁啊，又頂撚到個月啊嘛。而家唔係噶嘛，大老闆坐喺個總部度，屌乜撳個掣，啲電腦斬撚曬燈啊嘛，好似交通燈咁啊，紅燈、黃燈、綠燈，屌你乜斬斬下，屌你乜係咪紅燈有你份，你仲撲街啊？跟住拎你個 file 出嚟，掟俾追訴部。走唔甩，發封最後通知你，通知你唔到啊！入品銀入礦，因為銀監處逼佢哋要做嘢啊嘛。點解你唔追個客户賺錢？你明唔明啊？你採取個咩行動啊？上咗軌道好多嘢，特別行電腦添，所以而家咧真係唔賺得錢噶喺銀行，冇得走啊，冇人情講啊，救你唔到啊！如果真係救你，佢自己人錢同你賺兩個數咪得咯。我銀行董事長認識你嘅話，會啦話，好唔好？好你個寶咁咯，俾筆錢阿當個針咯，攞現金咯，屌你咩？係咪？啲現金嚟，係咪啊？咁咪得咯。上咗 con， 因為你係真係要自己救自己，所以而家更加難咯。所以咧就奉勸啲年輕人啦，做生意將來咧係冇意思嘅，係冇意思嘅，唔安樂啊！個天時地利就你唔到嘛，咁天時地利人和咧最重要係人和啊嘛。咁而家喺香港你搞創新科技冇人才，咪即係冇人和咯，都冇。大陸都冇嗰啲科技人才啦，唔好話你香港啦。嗰啲人才唔俾你用到啊嘛，人哋唔會幫你嘅。咪話你有錢就可以揾到啲科技人才咧。叫都叫唔走嘅，你個國家啲人才，人哋真係好安樂噶嘛，為我國家喎，大佬個精神個境界啊，你明點會幫你啫？點出賣自己國家嘅利益嚟偷啲技術賣俾你？唔會嘅，啱唔啱先？唔會嘅，所以自己發夢冇咁撚做啊！第二個問題，咁啊，得啦，有網友就問啦，點樣同自己劃？即係你成日你即係之前都講過啦，同自己交朋友，咁佢而家就問啦，點樣先至可以自己同自己交朋友或者鬥爭喎？同自己鬥爭？又唔使搞到咁殘忍同自己鬥爭嘅，咁你好撚攰噶嘛？咁唔通你左手打右手咩？雙手互搏。你只要仔學 yoga。你去練瑜伽，定參加瑜伽班，再加上我哋嗰啲祝福文嘅功課咧，你就識得自己點同自己做朋友啦。你都唔想去識人，因為你嘅智慧高咗啊，
你睇嘢視線高咗啊，個視野高咗咧，你唔會同你平時嗰啲人咁短視嘅人咧坐埋一齊，唔啱 key 啦變咗。你明唔明？即係你噏機咗自己啊！咁你已經唔係話你唔想同人做朋友，人哋想同你做朋友，你都唔撚做。即係等於咁，你嗰啲共產黨嗰啲人大款嘅，佢哋約我食飯，我唔去噶嘛。你坐埋有咩好傾啫？係嘛？你話飲支紅酒幾萬蚊，食咩鮑魚屌你，咁樣嘥撚氣。我睇我要聽你發一瘋噏一紮無撚乜嘢，影張相好死噶嘛？係咪先？你係會冇人嘅，即係你嗰個智慧咧係強過佢哋嘅。睇個世情通咗，你覺得呢係冇價值嘅嘢，咁你唔使，咁你咪唔使同人交朋友咁啊！自己做自己嘢，好忙噶嘛，就係自己做自己嘢。好忙㗎。好忙。好忙。一個人好忙啲嗰時。我已經盡量得閒㗎啦，都要搞到十二點幾起身啦，每日。幾忙啊！十二點起身食飯，跟住啊復下啲 WhatsApp， 咁跟住啊聽下歌咁啊，真係好鬼忙嘅。忙，乜都睇。咁我又要籌備嗰啲工作咧，嗰啲社會工作多啊嘛。咁但係。如果我真係唔係人人咁多社會工作噶嘛，咁樣自己咁你唔搞咧，你唔做咧就蝕底咯。社會工作個個做得過，睇你做多做少咗，盡量爭取去做嘅最好。你個精神有寄託啊嘛，你要用嗰啲同軍精神啊，日行一善啦。聽晚有講日行一善啦，聽晚嘅節目就係聽日嘅那些年啊，大家聽啊，日行一善。啊，第二個問題。咁啊，你有啲學生又問你啦，因明論，你成日叫佢哋學因明論啦，睇多因明論啦。咁究竟點樣喺日常生活中用得住？用唔到字嘅，你咁樣睇。用唔到。用唔到，因明論咧就要嚟睇佛經用嘅。哦。即係唔係日常生活裏頭應用嘅東西？可以用，但你如果你日常生活你冇知識咧，你用邊度咧？都冇知識，你想舉個例都唔識，又冇經歷。大家見我有時講嘢啊，答問題咧，係舉到個例，個例咧係好簡單，你會明白嘅。嗰、那個咧就係因明學嘅最高嘅功夫嚟啦。最簡單又鋪咗咗個段嘢上話，人咧大家追求快樂噶嘛，啱嘛？除非你肉咁胖，就难过你俾人快乐喎。你制造人哋快乐咧，就容易过你制造自己快乐，你知唔知啊？你打电话 call 你啲朋友 ，call 你同事，喂，听晚我嘅睇波全部免费，啊，去边度食嘢饮嘢，我请睇波食餐，咁啊，佢哋嚟到咧，一定过你个钟头快乐嘅。大家我同你落咗注買波噶啦，輸咗我嘅，輸咗我嘅，贏咗你哋嘅，咁你仲做到咧係實贏喎，一兩邊你都買，你行落去馬會啊，買飛啊，買撚齊兩隊，買齊兩隊啊，一隊咧唔係一隊咧就買一千蚊，一隊買一千蚊，咁你就請咗幾個朋友去睇波食嘢。一到打完咧，你攞張中嗰張出嚟嗱，同你哋買咗正話中咗嘅咁，屌你去食咧，而家仲有錢分。即時歡呼！就算佢分百零蚊都過癮噶嘛，一千就算你贏一千都都係過癮，又免費食嘢，又請睇波，又中拎埋。嗱，呢個製造人快樂咧就易嘅，但都有慈悲心嘅，即係嗰種捨心同愛心先。就你有慈悲心咧，就令到人快樂嘅，即係捨得。無所求的咁實快樂。好啊，製造自己快樂咧，大禮物啦。用咩方法咧？呢個係咩？忙啦。因為你想快樂，但對個嚟衝擊你嘅嘢係衰嘢嚟多啊嘛。你撞嘅嘢，你點樣製造自己快樂咧？就等於正話你嗰個隱瞞嘅問題，就點樣同自己做朋友？
製造自己法律要有智慧啦，要有智慧，有智慧就要修行，即係識得避開啲衰嘢，識得避開咧，唔好諗啲衰嘢，識得避開咧，唔好咁負面睇個世界。因為你唔法律就你負面睇世界啫嘛。我有杯靚水，我用好個心。係啊，你驚都唔快樂噶，你自己諗出嚟驚嘛。驚你一恐懼，咪又唔快樂咯。就快樂就係冇人幫到你啊！你自己幫自己嘅，自己製造快樂最難。你製造人咧就易，即係令到人哋快樂咧比較易。即係正話講，哇！聽晚睇波行埋我嘅，哇！已經快樂，係嘛？邊間餐廳電視機最靚咪嗰間咯？訂曬位係嘛？食扒啊，跟住買埋波飛，買咗投咗注啊，買咗噶啦，擺到一陣打完先，睇下中唔中，仲要辦。但係問題深奧係深奧嘅，人生係深奧嘅，但你識咧就好易處理嘅啫。咁咩問題？嗱，咁問題就問曬啦。咁啊，今晚有咩花絮咧？多啊，今晚有花絮啊。有咩正花絮咧？除咗奇蹟，今晚花絮咧，先講過。喺《送母歌》唱組角啦，《千禧祝福文》啦，啊，跟住博士放咗梁末棋啦，跟住有個斯里蘭卡嘅洞穴有金身嘅佛像嘅。哇！嗰、那個特登喺蘭卡嘅好古老嘅壁畫啊，喺嗰、那個幾靚啊，拍得佢哋。我啲佛嘅藝術畫喺個山洞，喺斯里蘭卡本身都好出名嘅呢笪地方。文名。但係講古老，佢阿佢古老啲定阿茲達嗰邊古老啲咧？阿茲達內啲好似都差唔多時期㗎啦，差唔多時期。跟住咧有個西方街頭魔術家就去印度周圍咧，就巡迴就表演魔術嘅，係啦，喺街頭做魔術。咁啊，大家自己睇噶，印度魔術係好高級嘅，係西方嘅魔術家去印度。我、哦、西方去印度添，咁啊，調翻轉頭啊，係啊，調翻轉頭。啊，咁我都要睇下。喺街頭嗰度魔術。咁而家跟住有一啲好舊香港嘅真人阿西列。我哋擺咗一個1945年香港嘅警播咧，就而家開始播出啦。咁大家可以睇，咁啊懷舊下嗱。知道香港當時播咗未啊？好，而家開始啊！尘就去幻中会空，
一把。